volevo. Hello, 大家好啊，欢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 啊。咁呢一日咧就约咗我中学队波嘅几个队友去练下射波啦。首先第一个训练就系练撞射嘅，咁就系兜过后面嗰堆飞碟啦，然后就迎波撞射嘅。咁其实七人嘅比赛都经常有呢啲波射下噶啦，不过我自己都成日射唔入嘅。系飞机咧就食死晒个波咧就冇力。咁如果大家约到四个朋友去练呢个就唔错啦。咁两个人喺两边就扮出波啦，咁一个射波同埋一个执波嘅。咁务求成个训练可以流畅少少。下一个训练就是高波的一控一射啦，咁呢个就可能针对翻一啲解围出嚟嘅波啦，可能控落一个较好嘅射门路线同埋角度啊。不过大家可能睇我哋几个练控落嚟都麻麻地啦，咁就唯有再练下啦。咁呢啲动作踢大场嘅中场可能会比较多啲机会用翻出嚟嘅，咁最紧要都系控嗰下唔好弹离身啦，一弹离身嘅话咧，对方一散出嚟就好容易一接到就打反击。
啊！喊个拦截来。咁上下咧就轉咗直接球不着地嘅窩裏啦，咁呢個動作就可能七人場嘅比賽會多機會做啲嘅，始終個場細啦，個波彈出嚟其實都冇乜空間俾你控到腳，咁有時未必敢控完再傳走嘅，咁射咗佢完咗攻勢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最緊要當然其實係中籠啦，睇下有冇機會可以自己有執到雞。咁睇翻我哋練啦，其實好多時都中籠。有時仲會踢唔到波，咁練波就唔怕呢啲嘅，最怕比賽先出現啫。所以有時練波未必練到技術可以進步嘅，但係某種意義上都叫做俾咗份信心自己啦。咁比賽嗰時就可能有個想法就係、是：咦，我練波好似都練過下喎，咁試下放膽啲做啦。咁可能有時就係呢一份信心啦，加埋少少嘅運氣啦，咁可能就入咗球世界波噶啦。雖然不是次次都那麼理想，但我自己就覺得、一點一點的嘗試呢其實就是進步的腳印啦，那衰了的就再努力一點練咯。那這半年我自己比賽的心態其實都慢慢改緊的，由不讓自己犯錯啦，去到覺得、錯都不要緊，最重要是錯完肯努力去改善，就不要錯得沒意義就夠了。另外剪片的時候都差不多看完整條片的了，那有種感覺就是整班朋友練波的時候就未必次次都超級認真無緣，反而大家一起嬉笑怒罵的時刻就更加值得珍惜了。那假如大家真的沒什麼點飛來看的話，其實都聽到很多我們自己的笑聲的，那希望我之後都可以好好記錄這些屬於我們的時刻了。你看
做嘅 content 嘅話咧，就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啦。咁就下條片再見。